村子里面哦，想当老大的不可以，那个标准不同，比如说对这个人特别好，对那个人不好。他那样跟世界上的老头啊一样，美国，啊美国也是啊，那你大概够安雅，都不要想，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机构，法院的判决不会受政治影响，他就完全按照法律去来判。那我们就是因为冲着闭口机关独立性、司法的独立性，然后造了够安雅。也因为他司法独立性，他才可以命令他的行政单位要配合。也因为他行政单位配合，在我平安街民政府的成立，啊，那我那个叫平安街的，对他损失掉落平安街掉落的，是这个理由。老大就是放出来，所以美国就是有两个概念给你，一个叫 integrity， 一个 consistency。consistency 这个概念是什么？就是持续性。比如说你塞车一下子20公里，一下飙200，一下掰又掉回10公里，这不对，这不持续，不一致。行为上不一致，那对人来讲 ，integrity 要什么？表里一致，这是一种人格。我看我有位高，我既然做老强快，如老大台不安呢，我无人会甲你批评啊。我看你凭什么做老大？你看我甲你做拢不敢管啊，你会被这样挑战啊？要不然你就会当老大下来，就跟我们一样一般人。但是你要当老大，一定要表里一致，我讲到我做会到，大家都敢制服住啊，比狗还行。你被制服，甚至世界其他国家，啊，不像苏俄那个拦截，现在给你拦截对不？用国安那个武备来，那个不能当老大的国家。啊，美国要当老大，我讲，我在法律局按照国际法、战争法，啊，既然讲你讲爱大声，我来讲你违反国际法。你叫这中国治安单位别打，要叫你违法就违法了。他讲对哦，那就 OK， 才有今天。啊，所以在地方面，都是你等于要考法律啊，你根本就该放后。好好的念，因为以后当民政委官员最重要那个人，好不好？你凭什么去管那些他在官僚体系？你是凭啥管？你讲专业，你也不能专业。而且你也银行啦，就是告期会有给你一个权利啊，什么人事权，而且是财务权，而且官僚，但是你的法理要正确，而你做有一种你蛮是完蛋。人要给吐糠就吐这个，啊，够是啊，民政委官员要清廉。以后咱也要叫起有搞这种方面，一个你法理不清楚，一个你操守不好，所以咱当民政府的官员要清廉，贪污是什么？死刑哦。连咱民进会在做官员，贪污是只有死刑，没有其他的。但是我们薪水因为给你够到，你不会想做这件事情，一定比现在高的啦。啊，但是你要重点就是坚持清廉，啊，坚持法理清楚，一切走在法理。去执行你，那就好啊！你要没想康想康，你不可能在短时间把你的那个专业知识拉到，比如说把你送到中钢去，啊，你干嘛怎样做工啊？啊，来给他对啊，请好几千人，你怎么去管？都在掉了。但是上面给你命令叫你做什么要做，还可以泡泡你就开始做。啊，没有，你没有内容吗？我有内容。要我这边再给你。那你那个扩大机不是好了？用法理啊！我刚才没有人提醒我，我最近好讲上半堂对外领带这边是松掉了，那你我要指正，我刚才没删呢，你这么关键没删呢。绝对不可以，没有流行，绝对不可以这样子哦！我海外跟他结婚，喂，那以后的形象就不对了。啊，以后你们现在只是初级班哦，高级班，然后你到上那边的课就要这样子穿了。哦，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对。然后做有做的样子啊，那大日本帝国会提，就是。真的被教坏了啦，大派你，但是一步一步来啊，我们会慢慢把你导演成往那个方向。你去看靖国神社，我们去派那边去参加的人哦，都很有精神，整个站出去非常漂亮。阿哥下面问题，我刚才讲那些哦，只是单纯的。我今天来的时候，他平时都是说没有 PowerPoint。哎，问你哦，你突然要去演讲，然后人家跟你讲说今天 PowerPoint 不 work， 你要怎么办？你会刚愎，不然你准备你靠柜体都靠泡沫要图解，然后解释做资料都没有的时候，你要心理准备。哎，
以后是换你们在台上讲。我过去三年前也是刚进到法理，到今天这样子，我只是个画家而已。你们在座可以都可以站到这边，你如果法理清楚就要，你头脑也清楚，这个人就 get smart 了，会变聪明了，人跳了。啊，过第第二拜年做官员的时候，你的位置不会低嘛？你做官员的一定要对一群人讲话，你现在就开始训练自己站出来给他恭维。公文要有道理，清清楚，条理清楚，条理分明，又有说服力，这是咱要爱人的。你是领导者嘛 ，leader 嘛，但是统治阶级，贵体力行，阿伯也看，所以你的思考都唔对，而且有媒体思考。来，我讲真紧哦，速度哦。好，这东西我都在讲的啊，来，再走，往前走。我先讲说这是系统转换，台湾史的系统转换。哎，这是最新的那个吗？来，再回到前面。我、哦、没有那么多时间了，走走走，看你们错过什么，再往前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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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系统转换，哎，回到上一个，对，再看上一个，好，这个有没有部落形式？然后大部王国、西班牙、荷兰、清朝，大清帝国殖民地不是清朝，清朝有没有总共哪里？然后来大日本帝国殖民地建构台湾主权，好几盖也几不难的清朝建构主权，最后我们台湾有一个什么？永久性的系统改变，因万万永远性的系统改变，就是1945年4月1号，我们已经正式成为大日本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为什么？因为实行宪法在台湾，是吧？所以在国际法上面它是属于美国盖的。那、啊、我来讲，我今晚没讲中文，讲、这外国，一个都暂时性的系统转换。过去伊家改做殖民地，伊是掠夺者，伊是资源的掠夺者，来吃台湾的资源。伊无唔是真正要爱台湾，要甲经营。所以到后来后来这是流亡系统，哦，但是一好像八爪章鱼一样，我故意来去卡，一卡讲媒体、语言、宗教、性事、宗哈、哦、教育，你改你改掠掉。啊，这群台湾人，许多这暂时的是英万的，你就走去平地。但是咱即摆是发力出来，就要来赶走，对你登记你的系统，啊、哦，好，下一张。好，走走走，我们走，再往前走，好，再走。OK。史观非常重要，我们看待历史的史观非常重要，观点影响你的立场，立场左右你的选择，选择之后产生行为，行为会决定台湾的命运。再念一次，史观历史的观点非常重要，史观点会影响你的立场，立场会左右你的选择，当然酸点，选择之后会产生你接下来后续的行为，行为会决定台湾的命运。 OK， 下一张，再走，我再走，我们今天是，我再一张，我要帮我们今天讲的课叫帮助台湾人从支那系统里面走出来，没他讲出来，你要外面的势力啊，你要外面的力量来给啊，没什么是外面的势力，就是真理、国际法理、战争法，就帮助四海皆准的法理，几百个定准，来下，哦，那个用物件的历史史观先后顺序看好清楚，它的那个透视就看得很清楚，但是你特别去强调，因为它扭曲台湾的历史和弊端呢。会特别高，像郑成功降台湾，国共国一样，来，大家往往前走，我们再看是什么。啊，这就是讲科学证据，这些要往前走，再走，再走。啊，这些 M17 事后来可以抖出来，对吧？我都讲过，国家地理杂志，大概是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大概是 Spencer Wells。啊 ，M17 是你在本岛已经数万年了。啊，你看，对接下来 M17 是点开接啊，你看，南也门、印度南部。啊，在这马来半岛，你来台湾，啊，去韩国 ，M174 ，OK， 啊，伊中国家对家来，我对家来，对家几百，对家几百，对家几百，下面两方无用嘛，所以他们是杂种，对不对？对，真正其实在杂种前，不亚金狼哪没接收在，啊，后来这几万年，最近几千年，大家闭口锁闭，文化上强势在造来，就对这些四周围就掠夺资源嘛，就造来。还在啊，来下一个。哦，这有个时间表，这是两万、6万、5万、4万、3万、2万、1万时间表。你看它颜色深浅，怎样档期照个鬼？哦，我刚刚没办法随便乱讲。好，来下接下去，再走。好、哦，星期五，好、哦，来再走，再走，再走。哦，你看国家地址，它是1920年的时候封面 ，B 级到炸台湾的时候。美国人拍的，在纽约找的那个火锅上，他那时候 exposed 火锅了，再往前走，走，哎，这边是 Cisco 条约，再走，存在感就更往下走，哦，光贵，
再往前走。哦，被抓到贼窝的王子，在发现自己的真正身世以后，但是有激烈了。那你们的身世是什么？你这样怎样？什么？不是光台湾人多高吗？你要讲清楚，光台湾人又大日本帝国，台湾人，你有一个，那才叫王子。你如果台湾人不是王子，如果台湾不是王子，你就要带一个天皇的姓名，你才有这个资格。那个身份高一级，你上面是有天皇在的，是有所属，人在人家保护。啊，你讲台湾人一个人，我跟你讲，哪一个国家都可以。为什么讲台独不可以？本来你是握在谁的手中？美国亲王他占领，啊，天皇是有主权的，所以中国不敢怎么样。但是你想台独要那个脱离美国的掌握，那个单独一个的时候，中国也搞不懂，你别在想，你独立的国家，摆上这些，虽然强，虽然强了。大家权力就进来，你就倒霉了。大家都在抢你这一块肉，战争就这样开始。但是我们现在是有所属啊，那手底下就停错了。好，我们往前走，所以这身份要出来啊，回到原点，重新为了争议战争战败的时候，你可以回去来动手。好，再走，再走。啊，种族灭绝，我讲了这嘛啊啊，回到地杂志这个来，还不西班牙管辖原则，他来电报告什么？来下一张。这个是1951年的，他们就有关于这个什么种族灭绝里面其中的几项，其中的一项 ，will be transferring children of the group to another group， 就是把你的小孩送给另外一群人去教育，接受他们的教育。那基本有其他，那个拉丁尼亚上的支那人去受教育啊，哦，你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啊，那个是种族灭绝啊，让他以为他自己是支那人啊，撒呆啊，就是被灭绝啊。那就是针对出来的，你想到别个放任这些支那人对咱的，那上一代好你排的无尊有尊如何？二八叫我们排掉啊，啊咱这代叫我们喊切掉啊，下又一代去做兵，下一代过来生去受爷爷教育，彻彻底底被来改的，不行了。下一张，来过来走，啊，示范资料参考掉啊 ，OK， 啊，自由性不快了，来，他、啊、这个是不同的位阶，对不？不然讲我这么好势好势啊，只会当挂，不然来吃啊，电视。他写得很好，外国，这叫做奴隶的自由。所以你500,000人、1,000,000人上街头嘛，多好！为什么？让几个酒头都一样做一总统啊？国家都嘛一样做一总统，因为他位阶不同，他是统治者，你是被统治者，你是奴隶，你是战败国。所以起码把第一层公哎别塞，应该直接转管我们啊！那你在英国就来接头，你走这一层，接美国来占的。没有，那没有我们讲嘛？然后对一流、第二流的国家整，那我跟我跟。你知道为什么是这种人呢？可以讲，为什么美国为什么放这种人？白宫啊，因为他在唯一能够打进美国本土的是什么？就是日本，太强了。你今天又掉个座位啊，又在挑战他，所以他叫这群人就是被赶紧糟蹋的，就是要糟蹋你台湾人，就是把你弄到没有水准，把你弄得全部变成资源回收的人，他要算了，他也不会挑战他嘛。曾几何时，曾几何时，那中国被威胁。所以起码被国家大日本帝国的系统要恢复掉，所以怎么样？没人保，美国家就不搞掉了，对不对？军事各方面、经济都搞不掉嘛，就围起来了嘛。那个整个就是套到东南亚各国，越南受到军舰，对不对？菲律宾受到军舰，也不能商量嘛，对吧？这规条船救起来，你看不到最近有个印度啊，你要时事。现在哦，你们去看国际时事哦，而且你别再赶快掉文了，你要看英文哦。你中文就受中国人影响，因为他哎，中文媒体叫什么党的喉舌，我以为中国人会宣传，所以你看中文的世界，英文真的完蛋了。你要跳脱这个哦，学英文、日文，来下来，再走再走，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啊，这个太复杂，再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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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贝蒂。镜头说：“左边大清帝国说，应该鬼子掉，右边不敢画什么，跟国说走廊讲的，对吧？那后来什么郑成功降台湾，哇，对吧？经常说，你知道他的势力范围多大？阿尼尼啊，戴阿尼啊，对吧？降台湾，我们看数字会说话。你到了那时候有多少预算编到其他地方来占这个地方？你这边设了多少点？那观想怎么发？摩柯林嘛，对吧？真正势力范围就这么小一块，那有其他势力范围，这边是荷兰，这边是西班牙，这边大不同。”你不再要怕了 ，OK。
那这就历史就重新澄清了、哦、你加上空间的关系，你有规律的推翻，构思公开怎么不好？丢一遍，下一张。啊，再下一张，1735年的时候，法国人画的地图。OK， 来，各种。好，那下面是谁？我找你，你不能给人坐下。来，各种。我们直接看，我们时间不够，直接看影片好了。啊，那直接看影片吗？还是看几张重要的照片？来，我们看几张重要的照片。那边都有那个帝国的议会预算啊，多少钱？有没有写？您上网查对吧？那个台上我们直接看照片，我很快看照片。照片之前好像有一个那个 credit， 谢感谢谁的？我的资料来源，我跟你讲，我每次给资料，我谢谢那几个单位啊。来，这是他在大清帝国的，哎，谢谢这几个单位啊，我从这里面抓资料出来，来再往前走。再往前走，来，我们看图片。我很快看图片啊、哦，那时候狗爪做，啊、哦，礼班之后，他们就训练他们怎么使用枪械。来走，啊、哦，刚才狗爪做女生啊、哦，来走，来走，啊、哦，来，他们也是出草，出草，所以这下面都是头部，上面都是日本军官，脚两中间都是人头，都是狼头，啊、哦，都人头。下一张，啊、哦，所以要洗澡很害怕。下一张。哦，他说那个高沙族杀到学校里面，把老师师生都杀死。他、啊、唯一一个老日本老师唱，藏了几个小孩子在粪坑里面，啊，结束掉把他救出来，生还者啊，所以过来，过来，对了，来，他、啊、接受教育，人接受教育就可以 OK 了，走，哎，再走，再走，好、啊，再走，18连队，然后那时候小孩子开始学画画，来，再走，18连队，来，再走，再走，哦，对了，总督府医学院，哦，啊，对，过来。第三姑，看在你看女生多漂亮，制服穿得整齐，你不会洗呆呢，是这个样子的，不要弄错了啊！是那敏感人冲到等个拜啊！来，看在你看多有气质，来，再走，看在铁路旅馆、铁道旅馆，你不会洗呆啊！再走，啊，再走，啊，你看，北一女，这叫北一女的女生上夜第一女高外上夜采风课，来，再走，来，那就是菲律宾打胜，那、啊、我们去街上游行，再走，小朋友是。哎，幼稚园园游会再走，哦，对啊，工会港台北工会港，然后就中山港，最多旅行，一起不了，一直台湾人，每一个人台北市民每个人交一块把盖起来，来这样子，来再走，公卖局再走，哦，台大医院再走，哦，古乐队来再走，军乐队，对吧？台大工会港来电，来再走，给你看里面的装潢，因为都有冷气哦，你看那厨房的设备。干干净净，真的是喜欢娱乐室哦。你看，西餐厅，来，再走。我想你够1920年、30年才走。啥时候了？三线路，这不是最近哦，1920年、30年，大日本帝国在统治的时候的照片。来，再来。啊，你看以前的棒球队，1920年华山国小对南门国小的棒球比赛，最后留照片。什么棍子打石头，就可怜难民才会做的事情、啊、那看啥钱呢？分队钱了，有棒球帽，有制服。棒球鞋、手套、球棒，那是每个国小都有的配备的。国小之间怕来怕去打这个，又有队旗呢。这是帝国的文化呢，不是难民带来莫名的水准。来，公车，台北市公车，来，带走。台北车站前身，前身带走。啊，台北神社，来带走。超刷旅馆带走。建中的学生，看看建中的学生。哇，帝国。来，再走，这个欧洲吗？就是台北市火车站管捷路走到底，就这个台北博物馆、博物馆。你对殖民地会盖博物馆吗？不是啊，就是大日本帝国的领土在盖博物馆嘛，博物馆嘞。来，再走，像欧洲一样嘞，衡阳街附近的，来，再走，好，总督府从上往下走，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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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我正前面，来这走，哎，不是有那几个笑脸的年轻人的那个照片没有？这走，来，这走，台湾博览会，来吧，这走，这走，你看，一直在台湾嘛，来这走，这走，新公园的，这走，这走，你看，他说大学生物理系的学生，来这走，你看，人不轻狂枉少年，杀了几个就趴呀。比咖啡包括那个大学生，来这个再走，
哎，看到台北公会讲就摆样，国标舞比赛、国际标准舞比赛，哦，那我几分老师来搞，你看一群男青衫，那变成这边女生女童星是几高了啊？拜托，来过来，再走，来再走，哦，赶上看病来再走，好、哦、再走，哦，看到幼稚园哦，这个是很像的，那个竹东的都在幼稚园，非主流幼稚园，来再走。1920年的时候，新竹火车站，来看看，我带全岛走，台中，来再走再走，哦再走，台中港呀，对，绿川过来，来过来再走，再走，往前，再往前，再走，哎，天皇那时候来台湾，来再走，天皇陛下坐火车，那时候中国铁路全岛铁路通，来再走，再走。哦，台中的金州一堆卖，你看出到你人拢无钱，食槟榔、甲食天大拢无，西装笔挺，啊，再走，再走，我们再走快点，再走，再走，你看神色，那个台湾兵啊，你是日本的，哎，再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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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台湾兵啊，台中酒店啊，再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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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你看下面再走，再走，一直走，哎。停的时候我们再停，再走啊！你看，啊、哦，家政学校公园家政，来再走。哎、欸，那牛1920年、30年，来再走再走。哦，江南大街起工当天，来，看那个是 Canon 那个学校，来加农再走，来再走，再走，再走。宾馆楼下嘉义市农兵各家大 V， 再走再走，没有所谓的偏远地区哦。哦，那个彰化自来水厂，每一家都有自来水啊。哦，点了、啊，再走。再走，台南，大家可以讲，那台南一中的女生呢，真正七夕，我们放影片、啊、我的时间不够，放影片。南进台湾的，你说，你去给他放秀，给他叫鸦片，有找到？好，那变得麻烦关一下，我们今天可能会靠放稍微晚一点哈，不介意哈。日本领土中唯一的亚热带，亚热带如今，哦，1895年4月17号，你看马关坚定啊，台湾归属我国，你看大日帝国执政40年的时候拍的影片，哦，做了什么建设、变现，新兴的台湾。哦，都在你看大清帝国以前的那间起城、起庙、抽税、贪污。那、啊、好嘞，不然就 完全换了一个样子、哦、你马上跟世界强国接轨。你看清朝政府把我们当作化外之地，但是台湾居民当作化外之民。哦，但是改立之后，你看人家女生几年上，日本政府自己同化训育，帝国成名，成效卓著。哦，不到几年之后都变成那个。大日本帝国産業の指導条例一度。你看多少消防队？国家的干教育工作。地方制度改革に軍事に各班の事業は着々成立。その成果を上げ次に今日のものとなった。責任者の面目を一新す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ります。大家可以注意看。このこと単日熱において、国内外表示它的电气化、非常完善。一市農林の計画化申しまでもなく、また官民一致協力の台北的业主，一直在。そして台湾で最も繁華な文化の都、政治の都であります。台北市は元の領内、漫画、大豪邸の3、1944年8月的时候，看见敌人的退役大清帝国的PA，哇，全部盖在了，全部都是计划，中国是黄色的，我们把这个，我们把这个，城墙啊，用掉主流功能。その後にリングガーデン、盖到三线大，三线道路を設け、中间快车道两边慢车道。計画を実施し、全く市街の面目を一新したのであります。南走東府哦，走東府。台北市の中心
大一点，欢迎他都是接到都好漂亮，做直树那个树都弄定了，电信局对你开店，南电力公司。近代的文化建設がありますが、特に開国史の文化様式には著しい変化が現れております。しかも一般に台湾の文化様式の土地は主要街路が放射状にあるいは五番の目のように拡張され、淡々たる構造には人道と車道とに分かれております。その人道の範囲においては他に例を見ない独特なものであります。川二連の軒下には停止客というものが設けられているのであります。時間に行くから一応吃了三个和服都真奇怪，这种流行台湾哪一种流行起来对，我的意思有计程车、taxi 哈，计程车，那公车，对对对。人力車は大変賃金が安いので、盛んに利用されております。また台湾には騒音を立てて走る、あの不愉快な電車はありませんので、自然に静かな快適な街となっております。这个是林世强啊。对啊，因为他起步下跳的。台湾神社は台北の北端にそびえている。台北公会館大清帝国一段的习惯，一旦的一统的时候，它得盖头。另外，进来就是标。从德国来的梯形、梯标、梯水等。你要打开，你怎么都打开，你哪办法打开？你来干比就干。是那里的样子，是商店流れる淡水川であるとございます。これが台北市中を流れている淡水川、遥か彼方に見えまするのが七星山であります。北東温泉、観光客は必ず一度はここへ来ると言われている。一年を通じて客の絶え間のない非常に繁盛をしている温泉であります。北東温泉博物館、20年の歴史を持つ高路半日ゴルフリン、五内地のゴルフリンも遠く及ばない
那你不知道的事情很多。那么多优秀的リンクでございます。新竹。新竹地方は北部台湾中最も古くから開拓され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して、その開発は遠く約300年の昔から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そして新竹はかつては北部台湾における文教の中心地でありました。新竹州の地区整然として周囲の緑の山を映し、常に紺碧の色を称えております。この水は水圧鉄管を通りジェネレーターにされておりますました。鉄管の進展をします。台南市は2200年、今より300年前台湾がまだ人間に備えていたものとの下、各時代を見て本当政府で行っております。古代の集散地であることは、その規模の多いなることは台湾の国産現在是行業の更新しかし、見事になった頃にはまだ幼稚なものであったが、まあ、総督時代に総督府の手で奨励活動になってから次第に発展し、長い間の理想でありました実務利息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ります。しかしこの間政党組者の努力は人に涙ぐましいものがあります。世界における台湾工業の地位はキューバ、インド、ジャワの次で第4位に進んでおります。そうして我が国工業の中心、すなわち主産地は言うまでもなくこの台湾でありますから、台湾は大いに花が高いわけであります。国の文化の程度は砂糖の消費率、すなわち一人当たりどのくらい砂糖を舐めるかということで分かる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でありますから、文明人日本が你看全部都变那个机械化了，一人当たり跟做的方式都机械化了。ベルト台湾の飲まいました感じ一関門で汁を飲むとなるのでありますから、アルコールの製造製造がいい在跳，我们自己上查这个环境，台湾。可以了，不用再跳了。乌山头水库，它是由发电就是这个位置。OK， 高雄，然后这边就可以看一下。啊，多油，高山，一下还有个制茶的部分，全部。你看，那时候都已经这样了。我们讲1920年、1930年台湾刚靠陆前面，被帝国刚靠。台湾南部における最も重要な要望を持つ人口都市で、高雄州の首都であります。海南線の屈曲極めて少ない本島にあって、北に紀伊郡、南に高雄の最大港湾があります。高雄、啊。その一つの南部の高雄港湾。高雄、啊，刚靠。台湾南部の砂糖、米、バナナ、パイナップル、セメント等の輸送に重要要項である。また遠洋漁業の本拠地で、当時帝国南進国策の削減地であります。海路神戸を出版して三昼夜、文字を出て二昼夜で着きます。船は1万トン級の優秀船6隻が配せられていて、内外定期航路は内地と台湾との航路とも思われない豪華版であります。台湾は南方開発の
国策指名随行機関として新たに創立しられた台湾拓殖会社をして、イメージを絞った未開地の開拓、綿花の栽培、拓殖金融事業と主従拡散されております。台湾にはまだまだ開拓の余地が残されておりますが、台湾拓殖の使命は一つ、台湾島内のみならず男子南洋における法人事業の助成を出し、法人発展の中枢機関としての使命を持っております。内外無線電話、内外航空は東京大阪福岡と台湾の間わずか1日の連絡に短縮されております。内地と台湾は常に接し、産業と経済に南進国策のため、我々は特に一気で追行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今においては大学専門学校を卒業した後、最後に行く会社までありました。大学生专科平均教育水準77%の提升到77%以上。从之前的点啊，零点多。我らも日本人だ。万人と呼ぶのをやめてください。高砂子。大高公元是你们高砂子，高砂子。但是我们三年没有南京的那个地方，好，今天请到什么人？各位同心好，我叫坤，然后我靠餐厅也那有餐啊，谢谢。